理想 L6 定位中型五座 SUV，将于2024年上市并交付。参考理想 L 系列产品有无激光雷达版本相差6万，并结合 L6 售价将低于30万来看，预计激光雷达版 L6 售价为 29.98 万元，入门版则有望定价 23.98 万元。新车采用封闭式格栅设计，沿用 L 系列贯穿式灯带，车侧匹配隐藏式门把手，尾部配备贯穿式尾灯，牌照架依旧在后保险杠上。内饰方面，新车将延续 L 系列标志性的中控副驾双联屏设计，屏幕尺寸可能会有所缩小，中控区域下方还配备了无线充电面板和杯架，整体设计风格简约。预计新车将沿用现款 L 系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，搭载 1.5T 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，最大输出功率330千瓦，最大扭矩620牛米。